坐着干什么？今天我们就要开庭。我死他不要开庭，我求你，我求你饶了我，放我一途吧。给钱，钱我统统都给。不行，要让姓唐的亲手给。我要让这钱擦在我的伤口上，当作消毒的药膏。不会跟你服输的，他会跟你打官司，打到你一直打到我死了为止。不行，唐大先生不给钱，我就如期开庭。但是，一个男人要为他所爱的女人还清旧情账，还要自己置办一顶绿帽子扣在头上，这样的男人你还爱他？本山，这路路刚才找过我，开始我像是五雷轰顶，后来我练开了。本山，我不计较你的过去，我求你，我求你给他点钱，让他不要再逼我了。钱我不在乎，可是我一个驰名海内外茶大王的名声，不能让你过去的老相好玷污半点。那你也要顾一顾我这个女人的名声啊。名声，我的名声，我姐妹们的名声。人也